家好，我是侯月，99年到05年在一中学习。大家好，我叫祖国，95年到01年在一中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段成华，92年到95年在一中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武杰，02年到05年在一中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浩，97年到03年在一中学习。我们在波士顿，祝母校百年一中生日快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青年，2005年高三六班毕业，现在美国波士顿，祝一中母校百年生辰快乐。江青是长沙市一中初2001高2004级学生，现在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在此祝我的母校百年华诞，再祝辉煌。我是长沙市一中2007级毕业生夏小毛，现在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统计系读博士。非常感谢长沙市一中对我的教育和栽培，我在一中生活了整整6年的时间。希望母校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，祝母校生日快乐。我叫傅恩，毕业于2007年，现居美国新泽西州。在一中百年校庆之际，我祝学弟学妹们生活快乐，学习进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初2004届五班高2007届六班的学生安雅宁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，我是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一名建筑系的研究生，想对母校说的话，当然就是祝母校越来越好，海外学子不管走多久、走多远，永远都以一中为荣。斯坦福一中学子01级王丹宇，02级谢苏，04级李浩，04级陈悦，04级雨梦泽，祝母校100周年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咪咪，我是一中97年到2003届的学生，我目前在多伦多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，我祝福一中母校百年生辰快乐，谢谢。我是初2001级十班高2004级六班毛铁英，我是初2001级20班高2004级七班戴潇潇，我们在 Denver 祝一中百年生日快乐，越来越霸气。